你的面哪会青顺顺啊？你真正在老唱歌呢？你倒一个无爽快？啊，38.5度呢？你发烧啊？行，来去看医生，我陪你去急诊。免啦，免啦，应该是发着痧啦。我等下在楼骹啊，啉些滚水，啊，先刷洗洗身躯就好啊。兄弟，咱应该见面啊！我才跟你讲时间跟地点，咱把过去恩怨做一了断。不管你来找我，是要考生肖，是要讨我的命，拢会使。我一世人，你透过跟你见面，我就不一样嘛。好，安尼大家先坐咧讲啦吼。富贵建设哦，是以大户的专业为主啊，所以经营的部分哦，就交给大户啊。啊，营造的部分哦，就交小业负责。啊，公司的股份哦，放心，每一项拢分得到哦，大家拢是股东。爹哋，你是要安排啥？咱的帅儿子哦，是咱蔡家大汉后生啊，祖厝就留给你啊，小妹啊。啊，你甲云阳哦，虽然讲有咧开店做生意哦，爸爸想讲哦，甲迄二安尼农场哦，交恁两个。阿姨也是在边啊，还有这块地啊，伫遐做个停车场哦。爸爸拍算哦，留小叶啊管停，为遐一个月收个停车费嘛，几啊十万呢。啊，经营地哦，啊，既然是你这唔是阿囝开发转来哦，就归予你啦。爸，你哪会安排这个啊？你是不是身体有啥物状况啊？爸，那真正破病啊，坦白甲阮讲好不好？无啦，我老做破病，无代志啦。我只是想讲哦，哎呦，若真正有一天哦，你被带起来哦，那较早安排较好啦。我无想要离开了哦，我替恁这囡仔咧操烦啦。阮刘大兄甲大家叫来遮交代遮个代志，阁是因为爸要约伊见面，伊到底是要暗算啥？这个囡仔若出事了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让你后世人拢唔免烦恼。给我一笔钱啊！正常是相公，只要有法度救你，就要给伊几间病院。我要爱的就是几间病院。对啊，老婆，暗时订一间哦，真正是想要去的私厝啦。暗时来去好不？我是拜托朋友，真无跟咱订着哟。好啊，妈，咱做一起。免啦，等恁两个哦，喊你有时间他去约会，恁就好好去享受两人世界啦。等我不爽快，瑞德，开车咱送去病院啊！来，我去。我不头叮当啊！你家己开车较细只啦。医生讲一切，我是正常的。瑞德，你赶紧给我看一下。我来就好啊！怎么？我感觉……你妈现在操作好难，我感觉受伤哎！你嘛是我的太太啊！啊，不过你即马巴肚内底囡仔煞是瑞德的，这样代志为着麻烦来恁啊！啊，不过假使讲你若是阁继续安尼软土心骨啊，若是把我逼到阁较少，对任何人拢无帮助啊！溪水破啊！你阁会晓创啥？我毋是让你安尼糟蹋的工具呢！恁讲阮糟蹋伊啊？阮糟蹋伊啊？来，什么糟蹋？来！清楚，你个你良心看下呀！到底你家里种的姜啊，是上天破坏这个家，破坏这个家具啊！你给我放开！给我放开！给我放开！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是搁继续安尼对待我，我
我若是摕到大家的财产啊，我绝对袂分你。啊！算我，你真正气死了，你真正气死了，你给我气死了！啊！你，东西，你莫叫是你是查某，莫要对你动手的。假使讲你若是继续，今日你也无，我绝对对你袂客气。